8月14日呢，在校恭祝所有的观众朋友呢，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了。那今天 Gary 超哥呢，其实非常的荣幸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因为你明天呢将会有一场大型的亚洲发片记者会嘛，明天是有一个记者会，然后1月3日在 Times Square 会有一个新歌发表会，然后当天我只会唱我的新专辑的歌。OK， 那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很想知道是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马上离我们的电视荧光幕。7:30，希望你准时可以去到这个 Times Square 的大厅呢，支持 Gary 曹格的这个新专辑的首唱会。那其实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全亚洲的记者会，这么大厅啊，会不会紧张？其实我很怪，我说真的，我最近发现完全没有那种紧张的那种。好，来我们站起来讲好不好？好奇怪的一种感觉，可是就没有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就唱新歌，就是好好的唱就好了。对啊，那当然是很荣幸，因为有很多国外的媒体都有过来参与这一次，然后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对，那其实呢，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介绍过你这一张专辑了，就是非常大张，而且是现场很好看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发片过后呢，可以再来到我们的8860，跟我们一起畅谈你这一张全新的专辑。当然。好，那如果你想看到Gary曹格的这个演出的话，1月3日哦，在这个 Times Square 7:30。那如果你还来不及去那边的话，当天啊，你先看一看我们8860就为你准备了他昨天晚上啊在万偶达们老虎音乐会里面的精彩演出了，好吧？那祝你发片成功。OK， 好，我再看看。没有时间怕冷冻，总要比姐姐走，旋律在身边打翻，只是你的感动，不要关上门。